喉咙不舒服啊。记不记得我毕业的时候都体检的那一次啊？好了，我还在忙呢。你想不想要重温一下？哎呦，你要看一下地点吧。今天学校又没什么人。不是。好了啦，我待会有学生要来了。你忘了，我也是你的学生啊，林教授。嘿，哦，哦，哦。